年來多間公司列嘉樂嘅業品業績未如理想，股價下跌5%，一年以嚟最大跌幅。等到司法當局控告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在收購美林證券嘅時候，涉嫌欺詐投資者，美國銀行話願意支付1.5億美元嘅和解，美銀嘅股價下跌5%。巴菲特嘅旗艦公司巴菲特 Berkshire Hathaway 被標準普爾下調3A評級，降至二 A 加，隔月類股都跌超過2%。而萬事達卡業績差勁，航空股又被分析成暢淡，美股跌咗3%。舊年4月以嚟最大單日跌幅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一度跌到10,000，最後險守10,000關口，全日下跌268點。另外，本國電信業最大公司 BCE 季度純利有3億5千萬元，每股16仙，比上年同期轉虧為盈，營業額升3.9%，達到46億5千萬元。BCE 馬上調高全年嘅預測，話全年每股利潤會賺介乎2.5元至2.75元。BCE 股價亦小放上升69仙，或2.5%，收市每股到28.31。由全香港首席富豪李嘉誠為大股東的本國黑司機能源公司，季度純利賺3億5千萬元，每股38仙。牛頓現金會增至6億5700萬元，相等於每股有77仙。石油和天然氣的產量減少18.7%，黑司機股價隨指降下至35仙，或1.3%，收市每股到26.69。本國央行行長卡尼話，經濟寒冬開始解凍，而前景仍有風霜。同時，本國房屋和採購數據顯示經濟正在緩慢復甦。中央銀行行長卡尼在溫尼伯向商界人士發出一個直接的信號，話佢睇到經濟寒冬開始解凍。My message is relatively straightforward. The thaw is coming. 卡尼指出，經濟正在復甦，春回大地的日子在望。Its pace will likely be somewhat muted, and while there may be setbacks, the recovery has begun in Canada. After a brutal economic winter, spring is within sight. 不過，卡尼同時指出，前景仍有風霜，復原需要可長的時間。能否持續復甦，要視乎以下的情況，包括美國和先進工業國家必須要鞏固目前的公共財政，而美國家庭亦必須要上調佢哋嘅儲蓄比率，中國要增加內部需求，而持有龐大賠償金盈餘嘅國家就要調高貨幣匯率。These include fiscal consolidation in the U.S. and other major economies, an upward adjustment of U.S. household savings, increased policy-induced domestic demand in China and other major emerging markets, and 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in countries with larg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. 另外，統計局今早公布，去年十二月份，大坪鎮遷發嘅建築批積總額為61億5千萬加元，上升2.4%，主要受惠非住宅批積上升0.8%有關。而住宅批積就微跌0.1%，5個月之內首次回落。同時，一月份 IT 採購經理指數由十二月份嘅18.4回升上50.8，重返擴張階段。但係當中嘅就業指標就跌至18.4。兩項數據反映經濟雖然朝向復甦，但係鳳尾門山。此外，美國亦發表多項數據表現參差。上星期初領失業福利金人數出乎意料增加8,000人，達到48萬。四星期移動平均數增加至468,750，持續領取嘅人數增加2,000人，達到460萬人。另外，美國舊年第四季非農業僱員生產力年率步伐計算升6.2%，6年以來最大升幅。第三季勞工成本就下跌4.4%。至於十二月份工廠訂單就增加1%，後勤運輸工具升1.2%，多過預期。另一方面，英倫銀行連續11個月維持利息喺0.5厘嘅歷史低位，就突然宣布暫停2,000億英鎊嘅債券回購計劃，暫停量化寬鬆政策令市場猜測正在部署停止。而歐洲中央銀行就話維持利息喺1厘水平，原因係歐元區多個國家嘅財困有惡化嘅趨勢。2010年2月4日星期四金融行情，標準普爾多倫多綜合指數急跌261點，
指数跌咗10000点，标准普尔五百指数跌咗34点 ，NASDAQ 跌65点，富时100指数下挫113点，日经平均指数下跌48点，香港恒生指数回落380点，上证综合指数再跌穿3000点，台湾加权指数下跌近6点，本港十年期债息报3.359%，美国十年期债息报3.1%，四月份期金急挫至1063美元。三月份原油每桶下跌至73.64美元，加元匯價持續下挫，一加元兑換0.9322美元、7.2464港元、6.3666人民幣、29.854新台幣。美元匯價攀升，1美元兑換7.7765港元、90.985日元。一歐元跌穿1.38美元，一英鎊跌穿1.58美元。財經環節係由匯豐卓越理財帶俾你。汇丰环球金融地方智慧。陈振聪被警方扣查之后获准了500万元保释。警方今天曾经带他去汇丰的地方首席。